想干嘛？你问我想干嘛？不如先听听你宝贝怎么说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Time's up. Say goodbye. 哇，老诶你，我还以为是李经理。醒来了啦，一点了都。走先了啦，各位。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我的故事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不停工作，每天就只剩下上班、回家、吃饭、睡觉。对于我的工作，我没有不喜欢，也没有喜欢。工作是人生中的全部，总觉得我的人生中好像少了些什么。踏出社会后，梦想渐渐变得渺小，而压力让我渐渐迷失了自己。只有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。我会活出最精彩的30岁。祝我生日快乐。